70年代，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，回一趟家要坐4天的长途汽车。没事的时候帮我照看照看老虎。嗯，明白。哎，开车了，你走不走啊？来了。一天能跑多少公里啊？大概150吧。师傅，啊，吃过中饭，带上我的狗吧。动物不能上车，这是规定。可他都已经到这儿了，再说。阿虎，明天自己回村里吧，咱不吵他。啊，听见没有，阿虎？听话。明天我带着你走吧。我不求你，我的狗自己会跑。阿虎，好好跑，马上见。
尽管我千百次正面寻他，千百次在山谷中用歌声召唤，我没能找到我的狗。可我感觉阿虎没有离开我，我也没有离开阿虎。这种感觉一直到如今。生活因找到而快乐。